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，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吗？你之前不是一直都这么做的吗？能不能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？ 你怎么天天就在家待着呀？那我应该去哪儿啊？你老婆跟孩子都走了，你就不着急吗？妈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高密了？你是想笑笑了吧？你想笑笑可以直接去看他呀。那好，那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你现在是不是还跟那个汪宇纠缠不清啊？没有，我现在跟他已经没有任何联系了。 晚了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姐，高蜜在吗？蜜蜜不在我这儿。嗯，方便进去坐会儿吗？方便，进来吧。 喝杯水，谢谢。你跟秘密的事儿呢，他都跟我说了。按理说。 你们夫妻之间的事儿，我们外人不好插手。但是，我觉得邹凯，如果你真的想和秘密继续过的话，你是个男人，应该怎么做，你心里清楚。 之间存在着很多的误会，我们两个人也从来没有好好的交流过，也没沟通过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问题都在我这儿。
我对不起他，这些话呢，你留着和秘密说吧。可是我现在根本就找不着他。请问您需要去住几天？先给我续一周吧。好的。 不好意思，您这张卡已经停用了。嗯，没事儿，换一张吧。请输入密码。啊。你好，高小姐，高盛为您服务。喂，您好，麻烦帮我查一下我这张卡为什么会停用。 好的，请稍等，为您查询一下。高小姐，您的信用卡主卡已经申请了冻结，但实无法进行使用。那请问有什么办法能让我的卡恢复使用？高小姐，需要主卡申请解冻才能够恢复使用的。行，谢谢，我知道了。请您签个字。啊，好。 这是您的卡，请收吧。谢谢。宝宝真能干，来，给阿姨玩玩好不好？来，给阿姨看看。来，别受凉啊，盖好，刘姐。 高小姐，嗯，刘姐，您在我这儿照顾了笑笑三天，这是600块钱。高小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嫌我做的不好，还是怎么的？哦，没有，刘姐，你千万别误会，您把笑笑照顾的非常好，只是我现在经济上出了一点小问题。哎呀，那就等你经济宽裕一点再说嘛。哦，不行，那怎么行呢？刘姐，这样吧，嗯，等我过段时间经济上稍微好一点了。 我把您请回来，继续照顾笑笑。哎呀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您拿着吧，这是您应该拿的。拿着吧，姐，真是，谢谢您了。我看看笑笑，笑笑，妈妈回来了，有没有听话呀？嗯，哎，不能吃，不能吃，听一个好不好？哎，高小姐，按照您的要求，我在贝壳找房上给您推荐这套房，您看一下。啊，快。 这套房子最大优势啊，是拥有全套的华地厨电，特别是这个三体健康洗碗机，洗得干净不说，洗完还能消毒。你这宝宝用的奶嘴啊，放进去就不用管了，好用还省地方。每月3500拎包入住。哎，我觉得挺好的，环境也不错。哎，夏夏，那就他吧，谢谢。那咱们现在就签合同？好啊，越快越好。我给您看一下这个合同范本。来。 喝点水，笑笑。您看一下。哎呀，自己拿着啊，慢慢要看东西。啊，嗯，啊，来，嘟嘟嘟嘟。我们这个合同呢，是押一付三，一次签一年。押一付三，哎，押一付一行吗？嗯，哎，那请问有没有再便宜点的？比如说。 1000块钱以内的，那您就只能跟别人合租了。您看您这个现在情况也不方便，嗯，那我再回去给您找找。行，那麻烦你了。如果有合适的，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啊。笑笑，过来，这个要给叔叔的啊，来吃糖。哎，谢谢啊，不好意思啊。我再给你拿份新的。<笑>谢谢。
要睡了。协议书带了吗？我不同意离婚。我今天不是来和你商量的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漫天要价。这是抚养费的细则，你可以回去找专业的人看一下。如果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可以回头再商量。我不是来谈离婚的。我们除了离婚，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可以谈吗？我妈她想让你们回去。你妈想让我回去？说到底，我在你心中还只是你女儿的母亲。高明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文件我会发到你邮箱的。你发了我也不会看。我要的很简单，市中心一套两居的房子，每个月3万块钱的抚养费。这个条件很公道。你笑什么？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吗？你之前不是一直都这么做的吗？高明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能不能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？走开。我之前给过你机会，你走吧。对不起。